塞，我才刚踩着好嘛，我拢有我底啊，人拢袂甲我抢。哦，连煮饭嘛拢有我煮，够好个啦。诶、欸，真好，头壳变无安尼啦。我吃不下了，给你。嗯。我冇真好，我三个物件拢来我吃。哈哈哈！咱带着这种好货，底价有点。网友开玩笑说：“看起来做得很甘愿，这种才是正港好男人。我要检讨，都舍不得让老公做家事。哦”为什么杯子又不洗啊？哎，我洗，我洗。为什么衣服不收啊？哎，没关系，我收，我收。为什么睡醒被子不扯？都给我，都给我。哦，为什么被子又不洗啊？啊，我洗，我洗。为什么卫生纸？我补，我补。为什么衣服不收啊？没关系，我收，我收。为什么睡醒被子不扯？都给我，都给我。真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耶。所以说嘛，做不做家事，互不互相都不是问题啊。全部都蓝色不好吗？